刚是不是有人打过？可以退到一的，可以退到一条啦。因为七条应该不会打啦。这波七条真的是有走远的 feel 哎。二万又来。对啊。连两。六万没有。球鞋卡住了，球鞋卡很久，卡很久，因为他四七万没了，他四七万七桶下家吃牌听牌啊，还没打六万，我会打六万，桶子先不动吧。对，先打六万，桶子先不做决定，因为你可以进二桶，打一桶也可以。好，永贤现在卡在这边，要怎么打？打五万下家吃牌听牌，没有五万球姐会碰，球姐会碰，碰对啊，球姐碰了听牌，听三头顺，打五万吧，还是不要？打五万走四面球缺，对啊，打五万走四面球缺，筒子不好下啦，筒子不好下，最大几率啊，对啊，筒子不好下，但万子我觉得可以下啦，直走了。打七筒听二五八，对啊，二五八二倍碎石，对，七筒走了，啊吃了，吃牌听牌，看永贤怎么下。永贤三五筒抉择啊，生死门一只啊，生死门啊，他听三筒的话有两张，打五筒 G， 只能打三筒，对啊，好抉择对了。六筒，跟下，打六万，西风二五八，三筒蓝，五筒，二五八二筒没了，五筒还有，五筒还有两张，八筒还有两张。有四张，二五八有四张，四张应该很多吧？调推二吗？推二的话，推二的话，开花会听牌。哇，快牌快没了！七条有两张，五筒也有两张，打五退五，打五不退二，白皮一筒。哇，快牌快没了，很接近哎、欸。好，下车开花，九筒，二五八，二五八还有吧？九筒，那七条只出现两张而已啊。好，自摸，哇塞，永贤自摸单掉五筒啊！哇，这都可以，这都可以，对啊，人家就是可以。哇，抉择哎、欸，生死门选对了、欸，这个蛮神奇、欸，生死门选对还是三五其实都没什么很好断定的地方、欸、不好断，三五不是不好断，因为中路筒子都没见。哇，这把精彩、欸，反而子棋的七条都还没摸到，最早听的，对，而且还蛮多张的，还有三张，后来被摸走一张。啊，永贤这把抉择啊，生死门抉择对了，然后自摸单调，对，单调自摸，对，神奇的一把操作，神奇的一把。那永贤这个分数到了54000分，离第一名只有44000分的差别，4400分的差别。那其他两家女士们就